春夏，此类昆虫有臭腺孔，能分泌臭液，在空气中挥发成臭气，所以又名放屁虫、臭板虫、臭大姐等俗名。春夏种类多，分布广，食性杂，大多数春夏危害麦株地上部分，通常虫口数量不多，危害不显。哎，能不能把窗户关上？哎，这位是我们的新老师吧？看来我们新老师颜值都很高啊。哎，怎么样？自我介绍一个。我叫阿忠，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，也是一名语文老师。教师这个行业啊，苦。我知道我们学校今天有很多新教师，但尤其是在咱们这升本科率不到10%比个位数的高中，更是苦上加苦了。但是呢，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说梅一段香。我们呀，老板，这个味道的还有不？什么气味啊？空气清新剂。洁厕灵。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？好像有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我们班的生物老师，也是高三的班主任，我叫张红玉。这是我来教书的第一年，大家可以把我当做自己的姐姐，我的办公室呢，随时为大家敞开。老师，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可以。您能闻到一股味儿吗？
生物交流的方式中，有一种叫做激素交流。譬如一些昆虫，他们会通过释放气味的方式来寻找同类。怎么不看着我？听说你跑步跑得特别快，要不要试试考体育特长生？你现在的成绩很难上大学的，是升学的途径，我会帮你的，好吗？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张红玉每次上语文课都在教室外面晃。听说邓可还跑去办公室问题目。我那天看到张红玉在偷偷学化妆，有啥稀奇？我还看到那傻子半夜在练跑步呢。他今年能毕业吗？好像张红玉来了之后，那股臭味就被盖住了，更难闻了。真要命。我们一同不快地生活在日光之下，只要那种味道还存在，那些本来套在我们头顶上的罩子便会变成我们坚硬的外壳。一种味道消失的方式，只能是被另外一种更激烈的味道所掩盖。他会喜欢这种味道吗？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有人在信里给我写了这首诗，我想起了第一天见阿忠的时候。他应该会喜欢这种味道吧。张老师，周主任有事找你。
张老师，你闻得到学校里那股味道吗？主任，每到冬天，学校里都有股怪味。上次去市里听课，有个故事挺有意思的，讲的是南边和北边的两群羊。南边羊的天敌是一只狼，北边羊的天敌是两只狮子。一只狮子进食的时候，另一只只能饿着。按理说，北边的狮子应该凶猛得多吧？结果南边的羊先被吃光了。张老师，你明白为什么吗？因为狮子知道，自己虽然凶猛异常，可是羊群随时可以替换掉自己，就对羊群特别客气，只吃死羊和病羊。北边的羊群就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南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就悲惨的多了，狼因为不用被选择，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，它只喝羊心里的血。张老师，你觉得自己要做一只狼还是狮子呢？主任，我那个考体育的，我让你选倒数第一，你真选倒数第一啊？主任，他都复读两年了。行了，你自己想吧。还有，我上课的时候别老在外面转，影响我上课。钟老师，看看你们这群人，你们有几个能考上大学？就你们这出身，父母不是在家里种地，就是在城里打工吧？你们爸妈被别人看不起，难道你们也想被别人看不起吗？还有这几个搞特长的，陈诺、廖楚、汪丹杰，你们在这个农村学校，你们都考不了第一，你们丢不丢人？笑，还给我笑！你们怎么去死啊？其实你的香水味道很难闻。我就知道是你。你也觉得我很好欺负是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你从头到脚有一副人样吗？成绩倒数第一，天天一副倒霉样，谁欠了你的？还拿着师尊来问我，你他妈题目能看懂吗？学人家写情书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？不行。操你妈的！
就不用大扫除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闻过那种味道。你知道那种味道是什么吗？